today, the junior men 1000 meters final.领滑的是中国选手张驰，来自中国江苏。 尾随其后的是中华台北队和两名韩国队的队员。 领先队员最后一圈 ，last lap，ultima vuelta。张驰依然保持着领先，加油！ 到这里呢，我们全天的比赛项目以及颁奖仪式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明天上午是我们场地赛的最后一天，上午的比赛。